是第一次来菲律宾参加万冠军赛的比赛，可以向菲律宾的全民介绍一下自己吗？大家好，我叫王阳威，来自中国，我以前是一名摔跤手，这次参加万比赛非常的高兴。你以前在中国是一名很出名的摔跤手，你攀升获得冠军，为什么后来又转向综合格斗的比赛了呢？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，然后我经常看 UFC 的比赛，所以对这个 MMA 非常感兴趣。去年在北京，您就曾经在万冠军赛的比赛上击败里边晋级，这次又登上由历来国际 W66.com 独家冠名赞助的万冠军赛拳台，您有什么感想？这是非常荣幸，可以上那个万的比赛，那感谢给我这次机会。这次您的对手苏沐波也并非等闲，这场比赛您准备的怎么样？我准备出。非常充分，然后这次比赛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我们知道很多优秀的搏击手在比赛训练之余都会向影视圈进军，让更多的人在荧幕上领略自己热血男儿的气质。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呢？有没有这方面的打算？如果给我这个机会，我愿意。您有什么要对历来国际 W66.com 的支持们说的呢？感谢历来国际的独家赞助，谢谢。